高清流管理也称作 HDSM， 能够使 Vigilant 监控系统轻而易举地提供无可匹敌的图像细节，并且处理那些庞大的 HD 数据，而不会发生过载或者拖慢您的网络或工作站。以下为工作原理， HDSM 智能地把所有 HD 录像保存在小数据包中，并带有说明标签，以便快速地搜取录像。不仅于此， HDSM 同时把录像分成两个数据流，即态势感知，一种较小的数据流，以及完整的图像细节，一种较大的数据流。在大部分时间里，您只需要态势感知即可，这也就是 HDSM 发送到屏幕上的唯一内容。由于图像细节较少，因此使用的带宽也较少。不过，当需要细节，比如说捕捉车辆牌照，你可变焦放大来取得最佳图像。即使需要大数据流， HDSM 也能调节带宽负荷，以保持网络和工作站的流畅。这样，您可以拥有最多的图像细节，使用最小的带宽和存储空间。这就是 HDSM 的优势。